在我们楼下这边有一个井啊，这位大哥过来打水来了呀。你好，你好。常在这打水吗？是啊。哦，这水喝过怎么样？这水还行。还行啊，呵呵，拿着车过来拉来了，这弄了这么多车。是啊。哦，离这远，你是咱小区的还是隔壁小区的？那个海之源的。海之源的哦，这都听说咱那个太阳地板这的水好喝，是不是？这谁？我们这亲家哥哥，我们大舅子都跟这儿住。啊，在这住啊？对对我们亲家对，哥哥。我们小区里有好几口井呢，是吧？南边的还有呢。南面的井不就是东面那边那个井，那个井比较好，那我打过。也打过是吧？啊，是的，比自来水好喝啊，应该是。比自来水好喝。应该行。对，这春节也没回去啊，在这过的。没有，这不是疫情太严重太严重了啊，在这边没感染吧？没有。没有啊。海之源那边这个，就是说，听说有人阳吗？有人阳，多不多？不多，不多啊。不过这边空气好，空气好，要是说不回去了，不回去了。是啊，这是第几年在这过春节啊？头一年，头一年啊。你这取暖屋里怎么取暖啊？买那个电吹风的那个，啊，电吹风那个，啊，屋里那温度能多高啊？这我倒没量过，反正就是搁那屋里，啊，一个一吹，一吹就行，反正不啊，冷是吧？对，不冷。还行，还行啊，看这么多水桶，意思，省得老打，对，意思多打点。跟打这水的时候，水位深不深啊？还行，不算深，几米？得有，反正我估计得有5米深吧，5米啊，三米，三，就到那水面了，到水面啊，在那边啊，在我们小区的这个东面那边有口井，水面和这个也就2米，差不多，啊，基本上也那边低，那边的。那边挖，那边挖对，这边高点。咱这边的，你看那个和山呢很近是吧？和山很近，这个是不是从山上这个顺着底下的地下的那个什么流过来的水啊？应该是吧。应该。啊，我听说是他们说喝的水就是比较好喝一些，还行。还行是吧？啊。你们小侯家打过没有？小侯家打过。是在山上那个泉水，对，打过。那个水怎么样？那水也行，你喝这个水比较起来呢，差不多，啊，差不多是吧？没什么杂味。哦，还有咱们银滩的人喜欢跑到那个就是，那山上，不是这个山上，到那个渗水宫，那边还啊，对，冯家那个地方，冯德英他老那乡老家，冯家冯大呢？在那叫什么地方，叫什么玉溪观吧，那个地方，没去过那儿啊，离这有40公里，30-40公里呢，那嗯。太远了。骑着车去，那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回不来了。对，就跟着进弯弯的。对，咱小区人多不多呀？过这个什么春节，没人，也没什么人，没什么人啊。哦，就是这，我们回去也没什么事儿，啊，就跟这儿呗。对，也退休了。退休了，你在银泰买房多少年了？17年买的，哦，17年买的房子，哦，17年，那买的时间也不算长，不算长。哦，你们当时买的时候贵不贵？你当时买正贵的时候，多少钱？一平的一套多少钱？25万吧，25万，多大面积？77。77，25万是吧？哦，我买时候正没有疫情，这没有疫情，对，正贵的时候，18年最贵，19年。17年。啊，我们买的时候正贵，你17年、18年比17年还要贵，是吗？对，19年也还是持平，2000年以后慢慢的往下落，现在也不成了，对，落的现在比较低了。行，我估计它还得涨起来，要涨起来，那大家都想说是这个高铁一通，高铁还有这个咱那个花园，公园建起来，对，对。花园一弄好了，肯定人多了。哎呀，就现在呀，这网上打听买房子人可多了，现是在，吧？我听突然觉说得特别多，这个，而且吧，就是哪个小区离得最好？就是海之源那儿，我看着就是明面上，它占哪个光啊？占那俩超市光。对，你们占2个超市的光，对，而且干什么都方便。
但是我们这边有后面有个山呀，有靠山呀。不是买东西，风水好，岁数一大，买东西肯定费劲。我们赶集也方便。是，对。行了，就这么着吧。好，行，谢谢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哎。